好久没这样开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鸟。哎、欸，要再叫一个人吗？欸、小心。连续两次开场，他都这样摔，这算第一次没录到，真是可惜。哎呀，什么意思？没有啊，我是说各位好，他是海，我是娘娘。大家说你要少学我穿衣服。我没有学你穿衣服，这是我的餐桌。没有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做好毛标注我的一个东西，咖喱冰淇淋。不是咖喱，前几天好毛标注了我在一个贴文里面，它里面是那个相知相惜。我原本是想讲说什么卤蛇料理，还有一整串，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相知相惜。然后他们标注说，标注的人他拍了影片的话，他们就捐一个罐头给多伦多银行。哎，食物银行。好，所以我们就来吧。为了广大的，对，所以我们准备了香菜，然后再一个牛奶来给你看。哎，好，我们来吧。你等下请哦。来吧，我们需要什么呢？我们需要的东西是这个，砂糖，对，就是让奶昔，因为它是香汁嘛，香菜的汁，然后香昔就是香香的奶昔，所以奶昔呢，顾名思义，里面有个糖字，就需要糖粉。What the fuck？ 对，来吧，香菜来，你看我不用看都可以接得到，我真是怎么会有蚊子？接下来是牛奶，来，我是觉得不太需要丢了，就是。是不是有喝过？对，我有喝过，我觉得不要。没事，活着，我有盖得很好，对吧？牛奶、香菜，香菜怎么讲？香菜，你看高丽菜叫高丽菜啊，啊香的英文就是香啊，就叫做香菜。你看都香的英文、台语啊，我那时候英文说台语啊。香菜，今天是糖，这是我们家的研磨机。我家也有那台，它会掉一堆渣渣出来，你要拿东西接它。哎、欸，对吼、哦。啊！刚才吃饱了，会把这吐出来。OK 啊。我们才刚吃饱哎。可以啦，你要不要给观众看一下脸？观众，我也想看。来，我们拿了小勺杯。哦，我好像闻到了面线的味道。面线，面线上都是香菜味啊，所以我感觉好像闻到面线的味道。这洗好的香菜叶，香菜叶。香菜，你看有没有面线的味道？哦，味道超重哎。超面线，你不喜欢吃吗？对啊，我喜欢吃啊。好了，我们可以准备放我们第一波香菜了。这个就是香菜原汁，原汁原味的香。哦，发出了有点类似虐虫的声音，进去吧，虐虫！现在才是虐虫的精彩画面，你会听到那个虐虫的美妙声音。哎呦！这是不是告诉我们不该这样做、啊？有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香菜汁留下来，香菜原汁啊！有、这是香菜的浓缩汁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有看到原，这就是它的原汁，有看到了吧？好浓哦、啊！好恶、我的天哪、啊！我们先撒一点砂糖哦。为什么要做这个好吗？为什么？原来是喜欢香菜的朋友呢。原来是这样子的，好吧。等一下，等会儿，我们用汤匙，以匙计量，牛肉面汤匙。刚才不是进去挖吗？它伸不进去啊，这太大了，这个。好吧，那拿小一点汤匙。牛肉面的汤匙背叛了我，撒下去吧。好多。接下来这个也一半。啊，好了，来吧。好恶心哦！我颜料太绿了。哦，这一杯就是你的，为什么要拍我？那一杯就是你的，你最喜欢吃香菜。我没有说我最喜欢啊。虐虫结束，这就是香知香喜的原汁。我们已经达成了一半了。来吧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苏斯汉多法姆，南首农场。Product of Australia， 产品由澳洲出产。Have you ever wondered why low fat milk？ 来吧，进来吧。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完全还原香知香喜。对啊，好吗？你那个是不是有一点不太浓郁啊？我等一下你要想象它是抹茶。其实没有什么香菜的味道哎。真的吗？我觉得香知香喜奶昔一定要有这个。有点恶心，算了，好了，就这样吧。各位好，这就是我们所调配的完整版香知香喜。来吧，你不一起吗 ？Why don't you eat show me？ 你 show me。来了，没有，三二一。老师说不难喝，好好喝哦，嘿，好好喝哦，来百万小学堂，我觉得真的很好喝，是牛奶味道还是？然后有砂糖脆甜甜的，就是好喝啦。Fuck， 我三观有点被毁掉了，我决定要去让我妈来一下。那什么绿色的？它叫做香知香喜，是香菜加牛奶。好啦，香菜啊，下次要热水烫一下再打。
那哈。有没有听到好吗？这我可以每天喝哎。可以不要吗？有没有？这就是我们因为台湾没有种抹茶嘛，所以这就是抹茶的替代品。各位想不想喝啊？以后啊，就是产品都不会是什么抹茶，你们都会直接联想到香菜，那个绿绿的就是香菜，香菜千层派，香菜蛋糕，香菜拿铁。结尾吧，还是我们要一口干？好，来吧。还吃得到香菜？其实已经很少了，但是下面味道比较，下面香菜比较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这样吧。你不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按个不喜欢；你不想订阅我的频道，也可以按个不订阅。拜拜拜拜！我想到一件事，要 Q 人，对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你 Q 一个，我 Q 一个，我 Q 两个，你 Q 一个，我先 take 个西瓜，不是哈记，汪汪要吗？要，一个哈记，一个汪汪，黑雨，好黑雨，OK， 就这样，拜拜拜。